脚步，带着好几句完整无缘，飞起的到底会不会中暑，手中的终点抱结了忧患，我的人生目前还不算太难，有人和我说他刚刚下课，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在写歌，机场里面人来人往，乌云会慢慢阻挡，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个下午，带着好几个